有吴春露这样一个作家，他写了一个著作《孟阳录》里面就有这样一份记载，叫品茗、观画、插花、闻香，这样四雅。这样四雅呢，也就构成了中国文人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那这样一种生活方式，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艺术家在践行着这样的一种日常，在他们生活里面也依然还有这样的一种生活，跟他们每天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。所以我把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到了跟今天的这个展览里面。最关键的是一种视觉、嗅觉、听觉和味觉这四个感官，让大家去感受这个展览。